我觉得他们处理党产的这一块部分是做得蛮好的，因为这个也是台湾人民从以前到现在就是觉得说必须要去做处理的。你蔡总统要加油，我们相信你可以改变台湾，那你也不要让我们失望。希望小英总统除了在职场上提供我们更大的帮助，青年创业平台以外，还可以让我们在国际市场上有更多的竞争力，让我们青年级生有发声的机会。年金改革的议题就是一件对的事情，也希望小英总统坚持，然后小英总统加油，给你100个赞，加油。